大家好，我是扇子 fan，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卸妆产品，就是它，我的美丽日记高效激进保湿卸妆水。就你们也知道，就我平常就是会化一些欧美的妆啊，欧美的妆，或者是化仿妆啊，都要化一些非常浓、非常浓的妆。平常我你知道，其实自己工作私底下其实就是可能戴个眼镜，然后防晒，涂个防晒，其实并不会就是每次好像都一定要化的很浓啊、烟熏啊或什么样。它这一罐嘞，除了它有卸妆功能之外，它还兼具就是洗脸、卸妆、保湿三合一。卸妆的时候可以把你在毛孔中的脏污还有彩妆给擦掉，擦掉之外呢，还可以就是顺便帮把保湿精华就是渗透到你的肌肤里面，就是在让你卸妆的时候也有保湿的功效。除了卸妆之外呢，它还有添加草本精粹，所以你知道可以就是代谢毛孔，然后帮助毛孔收缩，这样是不是超棒的？它里面就不添加防腐剂，不添加色素，不添加什么矿物油、香料以及酒精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卸妆产品。好，所以说以上，如果说你是油性肌肤，觉得卸妆的时候很容易会导致长痘痘的人，第二个就是平常出门并不是常常化妆，可能只是上薄薄的防晒的人，所以这个我的美丽日记今天就推荐给大家喽。